早上好，今天早上在顺旺买这个叉烧肠粉，才3块钱，整个肠粉的天花板了，哪有这么便宜的？价格好，不知道好不好吃啊？这都是叉烧的，虾肠我不知道多少钱，估计也差不多嘛，就像酒楼的点心差不多啊，都是一样，3条，味道好吃啊，如果有点辣椒就更好了，有点辣椒就更完美了。顺旺爱姆赫斯特，我太太今天早上要吃粥，所以买个鱼片粥，7.5块，3块钱真的值，哎，值得不得了，真的不错。现在没有3块钱的肠粉了，呵呵，3条正常的，跟餐馆一样。哇，今天天气真好呀，看蓝天无云。雨过天晴啊，早两天下了滂沱大雨啊，但是呢今天天气好冷哦，现在才30多度。PJ 这大卖场比 Costco 差远了，它的 member 费啊很便宜啊，只有25块钱罢了。 Costco 好贵的，好像要60了。很多华人的面孔啊，这里因为是法拉盛嘛，华人的社区，他们的商品也不少，很多哎，电视机啊都蛮多的哦。哇，这什么橙子好大力啊，呵呵，好像比 Costco 还宽阔，你看一望无际。这边的话是付费的，还有卖咖啡的 Dunkin Donuts， 很少进来这家店，咖啡机啊，89块钱，90了，还好。哇，这是太阳能充电器，还有电瓶哦，这个多大的？2400瓦，有这么大吗？卖多少钱啊？哇，1000多块钱，卖1000亿啊！这个是户外露营才有用呢，是吧？要露营，不是买来干嘛？这些价格，15寸的八个 GP， 256，它才卖300多啊！苹果的话贵的要死。这是苹果的 iPad， 没杀价，21.5块喽。这边有免费吃的，烤肉圆 ，chicken ball， 来这里逛真舒服。不用人挤人， Costco 每次去都差了，光是排队付费就要花很多时间了。这些是我不吃的，烟喽，2.69块一磅，冷冻柜，你看多宽阔，干干净净的地下，美国的食物就是养肥人的，你看，这些都是非常甜的，我就不敢吃了。
这里是卖牛奶的区域，比超市便宜1块钱吧，应该。超市好像要6块多。这种啊，这种牌子。这些够甜的啊。你看，普通牛奶你看才3块。我那天买超市买4.99块。差很多啊。如果小朋友多的话很合算啊。你看3.02块呢。好香啊，烤面包。不是烤面包，烤 cookie， cookie 饼。这些都是养肥人的，多吃不好。这要卖多少钱啊？8.99块。如果我太太来的话肯定没跑。哇，这什么？哇， Teriyaki Chicken 12.99块。这个是芥蓝牛，各种各样的。其实在这里办张卡也不错，呵呵，很多东西可以买的，价格也不贵，选便宜的买咯，是吧？因为它的年费现在好像还是25块吧，我看他在做广告25块，现在我不知道。三文鱼这一片多少钱啊？18块多，10.49块一磅。这些啊，老外最喜欢的。哇，这个鸡腿你看有多大，你看。这边是卤肉的区域。这些要来干嘛的我不知道，是做饭还是涂面包还是怎么样。这个是什么啊？5.99块两个，没看过的，这啥东西？土豆2.99块一包。哎呀，你看，差不多有2.6磅。哦，不是哦，是5磅哦。挺大的，这些真的。猪排、猪腿肉，哎呦，我不敢动哦。这个你看，猪鼻呀、啊，哇，土豆啊，已经烤好的土豆，9.99块。这些是土豆泥，5.99块。哎呀，值得买啊！两盒哦，好大盒的，真的值得买。喜欢吃土豆泥的话，过来买。牛肉啊，牛肉啊，这是牛肉吗？嗯，是。哇，39块多，剔骨。好大哦，你看，闻到烤鸡的味道。这里也是卖4.99块。好香啊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这边才是卖卤肉的。进来这里好清爽，不用车碰车，人碰人，空气还比较新鲜，人少嘛。哦，擦手指。厨房纸34.99块，好大盒哦，你看有多少卷啊？
42卷不是吧？啊，不可能，12卷。橄榄油啊，21块钱。我给你的橄榄油。这是有钱人的吃法。这边什么油？也是26块。我只能买这个吃。哎，午餐肉。逛皮街太爽了。哇，这只鸽子真爽，你看。有很多好吃的。泡面啊 ,12块钱。24杯。5毛钱一杯啊。价格跟 Costco 一样啊。这边也是。12块钱。你不走啊？这边的话各种各样的调料。我才5块多一瓶。在别处买啊，小小瓶就要2-3块钱，我就不会用了。这个价钱也好，2瓶10块钱 A1。 这家超市，这家大卖场华人比较多。这里也是卖19块9毛9。洗脚水，我们用这个洗脚水。出来了，看看电视。85寸呢，1100多。Sony。4K 啊，我喜欢Samsung的，哎呦，Samsung的还比较贵啊，1490。这也是86寸的 ，LG 比较便宜啊，1000块钱。基本上现在什么便宜呢？电视最便宜啊。这放车上了吗？不是，放在家里的充电器，无线充电器。好了，看完了，准备走了。你看没人排队的多爽。先去买杯咖啡呀。哎呀，没人卖咖啡啊。没人的话我就不买了，走路。这边的话是办卡的，出去停车场上来喽，准备走了。